中心教头是等来家己吃，家己吃是管乐之都，家己吃文化局中举办一场五校管乐的精彩表演。美国音乐大师隆尼温瑟尔也亲自来台聆听并指导，和管乐乐团展现着更真正的技艺。家己吃是管乐之都，闻名世界。美国音乐大师隆尼温瑟尔也特别推崇家己吃对管乐的经营扎根，和家己吃闻名世界。家己吃文化局表演艺术科长陈永杰表示，四月十二号暗时有家己吃五校有杰出音乐会演出。好，嘉义市是管乐之都，那这次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特别邀请了我们的世界管乐大师 Rainy Windsor 来到嘉义市来做指导，然后指导我们嘉义市的国中小的学生。那总共有五个学校，那即将在明天四月十二号晚上要在我们嘉义市政府文化局营业厅举行一个成果的发表会跟音乐会。那借此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音乐厅来欣赏这场非常非常杰出又非常精彩的音乐会。现场是加巴国小演出前的团练指导，美国音乐大师隆尼温瑟尔亲自来聆听乐团的曲目，也予以正确轻当制作指导。文化局可以赞助这一次的活动，他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把我们的计划投入在对的事情上，让我们嘉义的音乐可以更加扎实的去落实，比如说音乐的活动的推动。对，他也提到，因为嘉义是我们办了管乐节，然后办了很久，然后办了20几年，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然后这个城市，人文艺术气息非常的不错，所以他真的很高兴来到这个漂亮的城市。隆尼温瑟教授来这里做指导，那从刚刚他指导小孩子的状况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把一些重要的一些律动感、重要的一些节奏、音乐的感情把它强调了，那孩子就可以立刻感受到，就可以把那个音乐的能量释放出来。觉得这次的体验非常好，音乐不用分国界，然后每个国家都可以演奏。数字三的前三小节，可以让大师知道，然后让大师知道，也让我更进步。认识大师教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不要教还可以进步。然后认识大师来这里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数字三的前三小节，非常的感动。那，就让我有一点回到学校的感觉，一直在听英文，然后一直在讲英文。但我觉得，也看到他，一起来指导我现在所带的学校，我指导的学生，真的感觉这种传承的感觉，让我，非常的，真的内心非常的感动。那我希望，我觉得教学相长，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其实也成长很多，那又看到我老师来指导他们，然后真的是我会从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也希望我们能继续这样子的延续的让它持续。当两级音乐家大师指导，合乐团展现真正精彩管乐，欢迎大家来欣赏家己主题上精彩的管乐表演。新闻新闻蔡美彤家己市采访报道。